老王啊，玩了这么久的号，不如啊啊，不如人家出的一件无级别啊啊，那是那真的，这个东西不讲道理。这个衣服啊，我就不点评了，好吧啊。这个腰带啊，我也不点评了。844的武器啊，也不点评了。这把武器也不说了啊。好，老板，你藏宝阁里的东西啊，我觉得摆的都很有特色。我觉得你有点像咱们小时候学的一本《爱莲说》啊。你藏宝阁摆的东西，只可以远观而不可以亵玩焉啊。很多人连你摆在藏宝阁的东西收藏的勇气都没有。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啊。对不对？咱们玩梦幻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，自己喜欢就好。可以，藏宝阁摆的东西啊，确实是酷的。